小心，你在干什么？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白骨一掉茅坑里，你去看一下。掉厕所里，你去看一下。我看看吧，你自己去看。我去看。快点！买装备出门，看什么？赶紧买装备出门，顺便报遗传。等我一下，完了。你出腐败了？我靠！怎么？你出腐败了？谁？我的耳机呢？你难道什么时候出腐败药水了？我出腐败药水好一点。你看我两级单杀这个武器给你们看好吧？好，可以。你看啊。全军出击。先占一个位。哎，这是把门关了。姑娘快点。对你最后的疼爱叔叔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我的成名歌曲。哪些？不要一打双人床中间的人，先生对他来说，他带偷钱的，他主要想打我，他就会一直给我露过来，然后我就会把他杀了。信不信这个武器大师一击绝对是打不了？他血大被我吃死。先把他那个骸骨做成布了。然后消耗他，等会之后闪现 AQA 补伤害，等他一技能结束，一个闪现 AQA 他就死。你看像这种，哎，他想多锤我两下，你看换血其实他是亏的，虽然他带着药水。啊，他马上死。哎，现在都知道躲难道第二的 W？ 废话，这是有这不都改了？你看他跳我上来，哎，他死了，你看好了。哎，假装，然后准备闪现 AQA。哎，我闪现呢？哎，我闪现呢？不用这么尬，哈哈哈！你不用这么尬。哎，不是，我闪现去哪了？你闪现被……我闪现准备闪现 AQA， 他死了，伤害他必死的。哇！怎么连了？你们那怎么没闪呀？你是真不知道？我按了，我刚才，那我记得我们，你按了，跟我无关，你按了，哎，我闪现呢，拿不了我的，拿过来，等我，我别让我找到，没打一级团啊，那我一级我闪现怎么按呢？你们俩是不是故意按的？不是我按的，那谁按的？也不是我。我觉得无所谓。无所谓。哎，我觉得无所谓。哇，这波我有闪，他死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哎，无所谓，等一下再把他杀死了，我们就这样吧。哎，我少个闪，有点难受。应该杀不掉吧？这个位置算了。哎呦，这个武器没杀掉，有点小可惜，但是还好，优势，好吧。走，我感觉肯定是你们两个，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我这把输了，我不把你宰了，你看看。你这跟我没关系。你等会儿。天哪，谁是狗？他们活不长了。你敢说吗？哎，小心！以你的这个技术水平，就算没有闪现，一样吊打对面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就是你按我闪现的原因。我就是想考验你。那你为什么要把我闪现按？因为我觉得你这个就像下棋一样，先用掉闪现，就相当于下棋里面让人家军马炮一个道理。你用了，你还不跟我说真？你看，我没杀掉他怎么办？有点小亏，没事，看我这波，打不了。他可能要多打我两下的，他交没交闪？交过了吧？等我闪。他怎么差个眼？等我点燃。还敢跳上来？下波我有闪的，你知道吗？小武器。算了，等会 QA 点燃吧。可以。
猝不及防。这波一定要上点燃剑，不点燃的话，他开风扇你 A 不到他，技能也没有，先不要紧。打不了。不行，打不了，不行，不行，天马太脆弱了，可以乱杀了。可以乱杀了。嗯，这个残血交了有没有关系？有没有关系？有。没有关系，我也想锤你。没有关系，想锤我。嗯。行。你把我闪现按了。本来我二级，我准备说给观众来一波二级单杀。二级单杀。你说如果刚才闪现你不按，嗯，是不是二级就单杀了？单杀了。是不是二级就单杀了？嗯。观众都看得一清二楚的，如果刚才不交那个闪的话，有闪现的话，我一直在按闪现，按不出来，你们知道吗？我说哎，我闪了，结果我没闪。了解，打不了。下去，这里蓝 buff 这里等一个王子，翻过来阴他一手，打满，要满打满套，如果当被 QRA 的话，他又想他能看一下有没有机会，这波下路可以再来一波，好像没有机会，算了。应该没有机会，我们可以去中路，回中路就好了。嗯，这波不用掏大鸟，线不好哎，把线拉开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武器去了，武器去了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哎呦，这波应该救不了了，算了。准备去上路提个款，因为这波石头人有大招，我们可以来翻过来，应该。直接撞。对的。阿本 W 减速实际10秒，感觉他那个减速效果一直在。对哦，只有一秒，那就是石头人的 Q 技能，50%。他这个减速效果还没有石头人的 Q 技能。嗯，他石头人后面甩了个 Q 下去。哈哈哈！但是有人说你嗝屁了。嗯，都困了，该睡觉。我看一下，六级，我八级。这波可以看我这波秒他，他看不懂的，我直接一个白衣服的那个 B 能不能鬼？不能，很明确的告诉你不能。那个 B 啊，哎，很明确告诉你不能死了。他补这个刀他就死。我感觉我们俩像那个骨头后那个什么。那个太子在玩旁边中间那块玩，我们俩在陪着那个人太子，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啊，那古时候陪太子玩的那个叫啥来着？这么说我是太子了，你咋这样？我们俩要陪太子玩的那个叫啥来着？我忘了。哎，你看我这波怎么激进一点？你看各种秀，你看到没有？就跟康熙王朝演的那个一样。他在旁边玩，闪了，闪我，没了。啊，他闪现了，可惜。他们家辅助我。其实他可以秀，但他有点怕，还可以。对，就得这么秀。对，你看，胆子要大。买一个，再买。那叫半毒书童，是吧？不过刷的更多的是两个字，嘿。跟我没关系，跟你又没关系了。哎，忍不住了，偷钱了，没伤害，不要跑。小心，这个枕头你用没有？不，可以做。这个枕头你用没有？你不用给我，给你也行。
哇靠！石头人，石破天惊，巴掌拍死人。没打死。打死了。那不就行？没错。杀了我的机会了，可以来一波。两个真影，应该这个位置他们应该是交代在这里。翻过来，先甩 W， 然后开 R， 不要给他，然后 AQA 接铁马特，再接他平 A， 这样就可以拿到 double kill。然后这个线给下路吧，我们不张他线。其实我可以张线，因为我帮他们杀人了啊。但是那种的话有点自私，就是你自己补刀补个几百刀，然后超越时间，但是你队友就很很伤，没了。能站住，他马上死。他敢跳上来，他打不动我的。先推一波线吧。啊，对不起。不来，走，那我回家先做一个木刃。他敢慢跳，他不假鞋了，不假鞋一下提交马特，但我比较多三千块经济。他们活不长了。咦，等石头人大招，我们可以去上路提一波钱，因为石头人有稳定的控，然后我有稳定的输出。这波如果他摊一个兵。你都要，哎呦！等我的木刃触发把这个眼排了，然后往下走。假是往下走，实则还是往下走。然后等这波对面全崩，我过来三个都得死，石头人是没大的，他应该一个都杀不了。但是你先把卡莎杀了，不 A， 先杀一个 ，W 一个，然后。拉回来两个，这个也得死，先不要急，等石头人把技能交完，然后趁他不注意一个 QA 直接三杀，然后这个时候再跑到中路看一下有没有武器的头，八个头，他死了，他已经死了，他这波有闪他都跑不掉，他 Q 技能还交了 QA W 拉回来，先不要急开 R 再杀，哎是啥没接上吗？泰隆 Q 技能有点问题，武器大师一躲不掉，对吧？嗯，对，因为我的 Q 不算普攻，我只能算技能伤害。对呀，对呀，对，可以拆一个武器死了，除非皇子来帮他守一下。让皇子来守的话，我们可以把皇子杀了。杀不了，我之前往这 Q A A 一塔拿了，好不好打？呀，我给刷了，那说明皇子在上路，应该是这个位置。然后当他面把他的野怪给抢了，他不敢啰嗦的。哎，你还敢发脾气？他死了，他已经。哎，我死了。哎呦，这怎么还有个武器啊？哎，我不应该往这边翻了，但是我往……别补路子！我准备跑了，可惜，要买一个幽梦吧。咋了？生气了？啊？生气了？昨天吼你到现在还生气，你看东哥都不生气。没事，我上天吧。哎，你闪现，你能跑吗？老师出事！这个长板有老师的风范，有没有感觉得到？我下去把卡莎给杀了。你没事，把你害去，你疯子啊！烦。啊，都是他，结果吧，我看看。你不讲话怎么的？认真操作呢。我们可以来野区这里，哎哎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可以的，我来了。蓝刀一出来，对面等他这个一大刀
Q A 接杰马特躲掉，不要急，但是其实我不会跑 ，W 一下减速拉回来 ，Q A 再插一个，这里是有个眼的，我就先做一个睁眼，然后再往这边翻，再等王子过来，有眼看到我了，这是有视野的，默认转了一下，默认转的话说明是有视野的，我们来中路，哎，这个人头还铁，那我们再杀他一个，再杀他一次吧。算了，哎，你不想打我吗？我没弹着，哎，打不掉。你不想打我吗？哎，他为什么不打我呀？你打我呀！啊，对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还想打我，心大啊！再翻过来，嗯，这推一波线，发育不是很好，太慢了。哎，我怎么感觉你们一不说话了，我打游戏就我在听你说正常了呀？对，在听你说的。为什么要听我？我习惯了。没关系，你小哥练得很不错，就是缺少自信。把这药水卖了，现在药水没用了，已经把前期度过了，可以去下，也可以来团，但来团的话等级会低一点，虽然你会一直杀人，但你呢还没有骑兵又拿的经验多。翻过来，来给他们发个信号，这波直接看好了，这卡莎马上躺下，先杀武器吧，没有杀，直接杀。我再把上路线给推了，这把应该可以杀三十多个吧，三十或者四十个，看一下。我再去，哎，可以利用这个兵线做一些事情，因为我的大招还有十秒，所以在这个下波兵线来之前，我应该能到这个槽里，然后等。等一个有缘人进来，等应该是很大概率是武器大师或者皇子，看他们开不开，应该不开，应该不开，应该不会开，等他补刀的时候，应该死，然后再吃个蛤蟆，打不了。把他野区也给刮光，我看是好像是中单，其实我是一名打野。W， 感谢五点零巨龙撞击送上的一架飞机，感谢这位的飞机啊，感谢这位的对本次节目大力支持，祝这位老板身体健康，万事一直兴隆，恭喜发财，大家都能收获。感谢这位的本次节目大力支持，感谢，谢谢壮总，谢谢壮总，感谢壮总送的一架飞机，谢谢你的送的一架大飞机，感谢这位爷啊。我在庄某怎么说，一架飞机三人感谢，很舒服、哦、哎，可以，不要怕，这里我来了，先开夜刃，他们肯定要想杀这个 AD， 然后我直接翻过来 Q 一个，再翻过来，不要急，先翻 W 骗他夜减速到 QA， 再翻过来，然后在这里再把武器给秒了，给石头发个信号，把他 E 骗出来，对 W， 然后 QRA， 这把赢了，我开皇帝，有人说这把赢了开皇帝，开皇帝那个你别走啊，别给我逮到了，小心，有人说这把赢了开皇帝，皇帝太过分了，真的开皇帝，有人说了，我看到了，收到。有人说了，当然我一口通没一个顶，说开就开。我觉得一张牌。一说开皇帝，你兴趣来了。对。我觉得一。哟。一架飞机或者一张半卡就可以了。不支持我们。皇帝说开就开，走。说开皇帝开玩笑，那人家差多少钱啊？对。就是支持我们。感谢人家。小支持一点就可以了吧。
如果看好你的你那个你别走啊。还有人说这把输了跟大司马亲嘴，如果这把你输了有人和大司马亲嘴可以，而且是个男的。我输啊，哎呀太快了，太快了，是他走得太快了。我没眼，那行你把这边动一下，给我往上往上往下一点，往下一点。Killing spree. 没有机会了。嗯。啊，他死了。哟，还告诉 QA 啊？啊，一。啊，哟，哟。Yeah. 哎呀我靠，我应该走了，我为什么 要玩他呀？快点放啊，走快点。我想逗他一下的，结果我自己死了。这个咋这样？金轮啊金轮，我们爱你，少了你生活就不能继续，为了让粉丝们活下去。后面不会唱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，金轮啊金轮，我们支持你。你不要唱了，我是你哥，也想吐。你不是想睡觉吗？我不仅睡觉，我听着你哥，我还想吐。他们活不长了，太肉了，这个人。哎，可以来爆弹了吗？我应该现在经常可以秒三四个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我这把输了，这把我输了啊！送他，大波兵，奥利给，小心这把输掉吧。这把你怎么老这把输了，这把输了，哪有那么大这把输？怎么可能输了？输了我吃屎！不要吃屎！如果这把输了，收个红包，收个大红包。他妈输了，这把再输我吃屎。还这把输，小心出点。你现在输的就输，不可能输的。你输，你这把输了，得胜吃屎。啊？可是，不可能，对付什么你？输了我输了，输了我吃屎。小心，如果现在发现了，都说了他妈这把输了，这把赢了。如果现在，来我鼠标呢？来，我鼠标呢？老是疼。无处可藏。阿祖，哎，交闪了，他来打过来，他把他干，作死，真干。就是这位置跟他上卡他就敢，你恐怕有点小看天龙的伤害吧。他没大招，没大他打不了，就是敢跟卡他就敢，就是没跟上。没 Q 闪现有一段距离是可以躲躲了，就比如说为什么有的时候不用闪现 WQRA， 对面有闪的时候 WQRA 很那个的。为什么不是WQRQA？ 那个是近距离，瞬间爆发。远距离是什么 ？WQR。远距离。嗯。WQR。是不是出了一个暴击？是啊，近距离。近距离 Q 是暴击伤害，对，暴击暴多少 ？Q 一 A 要光的加默认，这个伤害这样算。Q 近距离 Q 一下多少伤害？反正很高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反正一千多吧。近距离一个 Q 一千多啊，对，一千多，一千多一点点，一千多再加上你的平 A， 瞬间可以打个1800的。还有药光呢，我出来看三下。
耀光，然后会耀光再加百分百的伤害，也就是1700。但你 Q 出来只有760，你怎么看？不是 Q 人不一样啊 ，Q 人不一样。你自己看这里，我不看，再让我看一眼，700多，然后再加你平 A 800多，1600的，对不对？没事，无所谓，是吧？死的有点多了，这有点多。你说你这把死了40，有几次是可以不用死，不需要死。但我就想拉一下，想皮一下，对，刷一下。哎，他队友好厉害，队友带我。有人说你说话中气不足，底气不足，没有自信，你怎么办？我没有自信吗？谁说啊？有人说你说话声音太小，没有自信，没有中气，没有底气。你怎么说话声音那么大？他说话声音能大吗？你说话不是说说话声音不是说大，大不大无所谓，而是你说话声音要有底气，就像我这样，你说话要有底气。跟你连。啊。那个，哎，那个，哎呦，完了！你怎么是这样的？你应该说好，结束了。你想不想来吧？我建议东少来吧，因为东少这么自信，说话底气这么足，你不来吧？不来吧？是不是？都不来吗？不来。我觉得我们东少应该来吧。哎，我不来。啊不，我觉得我们东少你上你也。不来吧。